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常想，人因何而美丽，又因何而凋谢？我喜欢跳舞，可容貌年华终究会逝去，没有人可以站在舞台上一辈子。老人家，我这有多的一张票，就送给您吧。哎呀，不用。没事儿，我是剧院舞蹈团的，这张票啊是剧院舞蹈团送的，没人看也浪费，我就送给您吧。拿着吧。那太感谢你了。那你……哦，不用不用，真不用。收下。3点，有2:50了。你好，你能教我跳支舞吗？我要准备上台演出了，我们之后再聊。你好，有人吗？伤筋动骨100天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是少运动，多休息一会儿吧。给你熬的鸡汤，来，趁热喝。你是谁？我是徐景明啊，你丈夫啊，你是李英，是我妻子。我的丈夫，徐景明。
对呀，你丈夫啊，来来来，你慢慢喝啊，我在这里陪你。下午开始，新一股较强冷空气即将来袭，并伴随阵雨或雷雨天气，请市民朋友们及时添衣保暖，带好雨具，注意出行安全。
过几天，林家属出来一下。哎呀，你好，你还认得我呀？我叫徐景明，躺在病床上的那位啊，是我的妻子。她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，也是文工团的领舞，我每次都去看他的演出。他们都说这家的糕点好吃，今天刚好去城里办事，做事务给你带了，尝尝好不好吃，喜欢的话还给你带。谢谢。我明天有演出，你要来看吗？我当然想啊。阿英，明天我一定会准时到的。你刚刚跳得真好。谢谢。李英，李英同志，你愿意和我交往吗？嗯。现在他也年龄大了，身体不如从前了，我知道他一直惦记着，所以想悄悄学一段，找个机会给他跳他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舞，让他高兴高兴，也算圆了他的念想。你能教我跳舞吗？三二一，起手，从这儿下上人老了，记性不好。哎呀，我家那个老婆子，连我都不记得了。这是你的吗？